大家好，今天呢就是19号的星期日啊，中午咯，差不多。而家呢就是12:55，但系中午今天一日瞓晏咗，好早醒咗啦，8:00醒，10:00醒，硬系咧就系你谂住嚟瞓多阵啦，瞓精神啲先起床啦，唔使咁早起床啦，结果一瞓瞓到而家啦。OK。執下啲嘢嚟先。哇！呢度啲咁啊，試個廁紙有啲味。人越來越冷了，沒辦法。外面呢就今早一早就是落雨的，昨晚落到今天早上大概10:00還聽到外面哔哔叭叭的。現在就沒雨的，但我在窗口看外面呢就是有烏雲的。我刷牙先。水好凍啊！啲水啊，哇，水凍啊！就啱啱12:00，大陸時間咧就係已經係星期一嘅凌晨3:00。咁啊，而家咧就啱啱起咗牀啦，咁樣，然後咧就係喺呢度咧就係吹下水嘅，咁未有煲開水，亦未有沖茶。不過呢杯茶咧係琴晚沖嘅啲茶葉，不過咧就而家頸渴起嚟咧。都是飲翻啖先，雖然話隔夜茶咧就係唔好嘅，不過算啦，反正都係頸渴咧，呢個時間咧都係整翻杯。已經係19號啦，即係一個月好快脆，而家一個月真係非常之快，所以今日我咧就即係繼續睇啲資料嘅，就爭取下個禮拜咧，無論如何咧就係要考試，咁咧就呢段時間咧，我可能會即係拍視頻方面咧就會少啲嘅，會少好多嘅。所以咧就係早上咧，我就係喺呢度咧就即係起床之後呀，打個招呼啦。即係我其實咧就係中意拍視頻嘅人嚟嘅，但係即係都係要。收心就去即系睇一啲咁嘅資料啦，就唔好分神，因為有啲時候你就係會拍視頻嘅時候會分咗神，一分咗神咧，因為好多嘢嚟講你要
專注力去看完之後，你又唔好一下子啊，即係分咗嗰啲啊，分咗神啊，即係唔可以同時做兩件事，咁樣就冇咁咩啦。所以我哋早上起床咧，就喺呢度咧，就係先啊，著泡泡頭先，就係咁樣啊，一步一步咁啊，即係平平安安咁樣啊，就係咁樣啦。我喺洛杉磯嘅啲咁嘅基本上嘅生活早上就係咁樣啦。所以今日星期日我就一樣唔出街嘅，都係喺屋企度即係睇資料啫。啊，今次咧就會加速咁樣去。去看的，就是這樣。還看到沒什麼其他東西了，都是這樣的，早上早就是，就是醒了就是這樣。下個星期，好像在這裡比較靜，不過本身美國都是比較靜的，聽不到外面有什麼車聲啊，這樣。即係啲汽車嘅聲音都好少，今日特別靜啲。係啊，今日禮拜又落過雨，話咁啊，好多人咧就唔知有冇出街或者屋企冇出到去嘅，所以靜啲。啊，係我喺室內先咁感覺啫。咁可能啊，依家係一出到外邊，可能就唔一定係靜嘅。即係因為而家我起床，即係一直都係喺屋企嘅。冇出到啊嘛，所以唔知道外邊點嘅情景就係咁樣。當然琴日我出過去，出過華人街嗰度，咁華人街度就即係好多人嘅，好多人嘅，非常之熱鬧啦。琴日就但係今日就自己喺屋企啦。好啦，咁傾咁多先。